E as an echo. Echo. Echo.特别乖巧的在登机之前换上了拖鞋，超舒服。不知道是现在所有的航班都这样子，还是只有Delta是这个样子？居然送了拖鞋，这个是什么毯子？这个是什么？另一个毯子？嗯，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会是一个披肩之类的 ？OK， 然后还有一个小枕头。 卡在了背后，酷。但我还得先穿我自己的拖鞋好了。我刚刚登机也很酷啊，他就大家都排队，然后登机口有一个照相的设备，然后我以为是要照得很认真的那一种，然后上去就撩头发，结果他就把我撩头发那个动作拍下来了，所以我登机就是。 不知道是机场还是government给我留下来的印象，就会是一个很 ins 风的照片，在他们的档案里面。什么是 ins 风的撩头发呢？我有很多这样子的照片，到时候就放在这个角落。<笑>就我以为会要拍成证件照那样，然后我就想把头发撩撩好，然后他就吐出来一个这样子的纸，上面有我的座位。就他光是照了一个我手臂挡掉三分之二脸的照片，他就可以出来一张。 我的名字和我的机票的这样一张纸，好神奇！现在所以说大数据，各种这种网上还是尽量少上传自己的照片，不管你 P 成什么样子，你就算挡掉三分之二，他们都可以精确的找到你。好啦，我要起飞啦，开心！
小零食啦，这个饼干也超好吃，就平时可以自己买来搭配那个 coffee 啊，牛奶啊，就蘸着吃也很好吃，就当那种下午茶小饼干。Please claim your baggage at